架，来自菲律宾表演队的飞机都是参加过驻日和军演的，嗯，也相当于从战场上刚刚拉下来的热兵。对，现在我们看到是两架国产的直十九武装直升机进行了一个双机的编队飞行表演，这是一个动作叫做尾锥螺旋啊，对，也是一个绕轴滚转这样一个动作。啊，这是直十九的双机尾锥螺旋。前面一架直十九保持着定速巡航，另外一架沿着它的轨迹飞出一个同滚式的这样一个机动。那么两架飞机拉出的不同，今天表演的最后一个动作了。四架来自四架直升机高速的通场之后爬升，开始快速爬升，爬升。啊，四机空中开花。在空中做了一个伺机向下开花的这个向上开，做一个开花的一个机动啊，这个其实相当于四架，就是后面这一架啊，相当于它是直接做一个回头的一个拦截姿态，其他的飞行员的配合要求